每年夏季是荷花生长绽放的季节，站在池塘边静静欣赏，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。来到苏州这个水乡泽国，没有看过这样的美景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白塘生态植物园的荷塘，不像别处总是大片盛开，而是小丛小丛的，在各个角落静静开着花，散发着荷叶的清香，让人放松地坐在一旁，不时的水波摆动，看着荷花摇晃。若是错过了夏季，也无需叹息，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，只要有闲情逸致，随时可以来到这里踏青。